와, 와, 허블라! 허허허! 这回一分啦，李承勋，哈哈，给你放烟火，拍一拍手，送你一个小苹果。他我想他已经闷很久了，在前面的那次冰准呢，昨天有了一只阳春拳来打。该不会第一局上半就要翻了，轰出去了！嘿嘿，放烟火，拍拍手，再给你个小苹果。才说一个阳春拳来打，上来就不客气了，这次不阳春了，加个卤蛋两分。这支全垒打也是他目前连续两个打席都有击出全垒打的成绩。哎，那好假的吼，都不会处理啊。